车库里那么捡了捡了东西，家里也他妈没法处理了，也不怎么在处理处理什么。奶奶，爸爸说的没你这个这个的，都没在房里头，这里面都是太热了，这里。我的天，我的头发都是都是天然的，爸爸。现在不让爸爸出去，你哪里跑的？你刚才就把人家家里把给吓了，你。俺们几个人没事。我把钱放在银行里去，我妈这一段时间就说过去，可那天他心说乱了，要不查理去老爹，他心说我把钱要去。装的。过去那老妈起来呀，起来路过，啊我这，啊我这我家爹家爹哥。Oh,